表情已相随，朋友已远。是安怎？紧甲阿娘讲啊！阿娘，我昨暗哦，眠梦一个梦，足惊人个呢。那是去梦啥物啊？哇，梦见个登山山脚哦，有一只迄落青龙个龙头，足大只哦。哇，还佫足怕个呢。伊讲四顶山啊，四顶山，恁老爸哦，伫东寮开始我，我超工来登山山脚要甲你讨命。啊，安来嘞？后来我都惊到要死啊！昨日起脚就要走啊，啊！要怎知影讲拢走袂去哦？啊！忽然间吼，哦，昨日一支箭飞来，对我的心肝射落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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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笑啥？我当然是笑你啊！有啥人好笑？安那，刚讲我笑人唔对是？嗯。以前你佫甲我讲，你将来要甲阿爹同款，去将军杀敌。轰轰烈烈做一个遐尼大事业，今仔日煞为着一个啥物串桥梦，就惊到连打蜡都唔敢去，还佫怪我搞怪讲我咧笑你，你哦真正是袂见笑。啊、你哪会用对恁阿兄遐尼啊放肆？哎呀，阿娘，你不管什么大细项代志，拢是为阮阿兄，是不是因为伊查甫，你得较疼伊？哎呀，你这个戆查某囡仔，你安尼乌白讲啥？你甲恁阿兄不是拢同款是阿娘的宝贝仔囝？乌白讲，阿娘，我来去啊。定山啊！阿娘，要去就会去嘛，你搁叫伊要创啥？哦，诶，啊，拄只着好天，奈男朋友搁乌阴，搁等雷公，这，搁毋是不祥的预兆？啊，不祥预兆？哎呀，这真害！落雨这阵雨出来这大，是要等到什么时阵停呢？哎，刚才够好听呀！嘿，
来这里真好气吼！姑娘，请将眼听我。啊？这是你写的？嗯。我唔相信。你唔相信哦？你若唔相信，我阁写一摆给你看。你真足看哦。嘿！安怎？这个海东的良宵。是真巧妙，但是呢，也无算讲是上好的计划啦。啊，啊那安尼讲，你的计划唔着比我较好咯？嗯，你若肯给我做部下，我连海的计划我会教予你。真是嘞，多谢多谢。哎，那安尼你唔就答应要做我的部下咯？无喏。你都还袂将你迄落特别好的计划顶两步仔给我看卖咧，我要哪做你的部下？哦，你将你迄个上好的计划吼，表现一下给我看卖咧。我一字用个写两只。哈？一字写两只？无唔对。安尼好，你写我看卖，来。安那遐尼才拄好啊！哈哈哈！我头尾写尔，啊空中的教授批了了。啊，我来倒找，是讲哦，你只要你将你的上好的计划表现出来吼，并不一定讲哦爱写干啦，看你写什么话，写什么野想啥拢会用得啦。我来倒找。四灵鬼，你害我改煞阮的命来！害我的命来！心跳，敢会甲恁阿兄有关系？啊！安尼，无啊，金莲啊，我叫伊啊。你是安怎？奈安尼一个面油角角啦？阮阿娘在烦恼阮阿兄啦，在烦恼登山。嗯，小姐，啊无，你是在烦恼登山什么代志？登山下早起去标鱼社。我哪会常常感觉讲，伊敢若亲像有甚物危险？我实在足烦恼。哎呀，小姐，登山小少爷，标鱼社安尼技术遐尼好，免哪有甚物危险呐？啊？是金毛？你是要找阮阿娘是无？恁阿娘？是啊。诶、欸，
那安尼，伊是住伫个南山草厝，哪会？阮较早是住伫遐，无毋对啦。啊，毋过阮搬来遮已经几啊年安尼。哪会你是？人我叫做金莲啦，啊，你哪会捌阮阿娘？哈哈哈！我少年的时阵是甲恁老母的感情真好。阿娘，较紧嘞！阿娘，较紧嘞！是安怎嘞？外口吼有一个查甫要找你哦、喔，我来去看卖啊，较紧嘞，我抬你来看，就是迄个啦。你敢是小菊嘞？啊，你捌我？当然是捌，我是恁贵回来呀。姑爷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姑爷回来呀啦，是恁贵。金宝，小菊啊，金宝开门啊！恁贵是白面书生，迄个人是三月五步手，伊变哪会是恁贵嘞？金花，少年子弟是江湖弄，就是你这位红粉佳人也是得了条啊！光阴的无常。是真搞事，哎，金莲啊，紧嘞，咱来去灶卡做饭食。啊，叫爷，咱要叫阿爹过来啦，咱要叫阿爹过来。紧来食。你贵，你终于倒转来啊！我终于落叶归根了，家斗滚十三年，莫非金花做着不忠不节之事？
情不正的查某，我哪有什么路用呢？姑爷，姑爷，姑爷，你讲话啥有良心啊？我小姐为着你，伫咧这个寒窑已经受苦十三年了。你今仔日要来抬，你嘛有理由啊？小玉，别搁讲啊！你一个倒来都要抬我，你哪安尼？你抬，我你抬嘛，你抬啊！好，我你写一个名表，小妹。这是什么？这查甫人的是安怎来的？你讲是倒一个通案的？讲啊！你话水，你伫笑啥？原来高爷，你就是看到这双鞋啊，才遐尼啊生气哦。当然是生气啊，这有啥物好笑的？阿娘啦，这双鞋啊是阮阿兄的啊。啊？恁阿兄的？是啊，这双哦是阮阿娘做伙给阮阿兄四重山穿的鞋啊啦。四重山？四重山是啥人啊？嗯，四重山就你的亲生仔啊。我的仔？嘿，啊那安尼今年是啥个仔？伊嘛是你的亲生查某仔。哼，欺负处理，哪有这个代志？当初我要离开嘞，草厝的时阵，金花才伫咧大腹肚，我坐去投滚十三年，拢总无倒转来，是安怎搁我生两个囝出来？嗯，那会无可能啊！我甲你讲啦，人阮小姐吼，伊就是生双生的啦，丁山啊甲金莲，因两个就是双生的兄妹。啊？是相信的兄妹啦，啊，阮阿兄，这道我一个时辰出事而已啊。真实嘞。是啊。阿达。太好多
受苦又思伊人，错怪贤妻，我心面叫啊你啊原谅啊，原谅我这个。夫人啊，你就原谅原谅啊！哎呀，金花，这十三年来，予你吃袂少的苦了。后日我就派人紧来接着你母子来去王府啊。王府，你即马是伫王府咧当差？啊，当差？啊，是是，我伫当差呀。啊，当差是甚物官？我做火头军啦。啊，火头军？是呀。我爱去，为什么呢？你哪安尼还无出团？做花头军有啥物唔好呢？有通吃，有通啉，也有通。好啊，你莫阁讲煞落去，你实在令人失望。我伫这受苦十三年，这个艰苦，我已经是白费的。夫人啊，你看，你看，我爱看。拜托你给我看一摆。天生地素，冰妖王金印，你做冰妖王啊？是啊。你现在是冰妖王啊？是，当然是真的啊！真是谢天谢地！现在你是一片无人啊！我是不是还搁在做梦啊？这是真，不是梦。后日我就随随派叫人来接着恁母仔倒转王府荣华府。哎、欸，对，金花，你伫个讲咱囝死中山，到底生做啥物款？你毋着叫出来我看卖咧。伊哦，十二月就生做敢若亲像大人，眉清目秀，比你少年的时阵水有十分。敢有影？是啊，不但是安尼，但论伊的文学甲武艺，比别人赢偌济咧。那安尼毋紧叫伊出来，叫一个老爸咧。伊是去对面山迄个登山山脚标鱼下竿。啊？标鱼下竿？是啊，人咱登山的钱有偌准嘞？一钱就是开口眼。一钱开口眼？敢会是伊？是安怎？恁两个有见过面啊？金花，伊是毋是这悬、这大？是啊，穿的衫，跟我这色的粗同款色的粗布衫嘞。对对，无唔对。是安怎是？伊安怎？伊误中我一次，伊叫对了团结的人死了。阿爹，阿爹，阿娘，阿爹，大红，啊，
代志嘞？阮小妹倒转来啊啦！哈？你咧讲啥物？我是咧讲阮小妹金花倒转来啊！努力拜见爹亲母亲，把这可怜的查某囝紧来捡起来。金莲，啊，进去拜见外公外妈。好。阿公、阿妈。乖。金莲，这位是你的母舅。阿姑，乖乖悠悠，夫人啊，这到底是怎样嘞？当初你敢不是跟我讲，金花已经投井自尽了？啊，即马，爹亲，有你当初无死，是阿娘放我逃生呀。是啦，元月，阮小姐自从离开厝了后。伊就和四公主成亲啊！如今四公主伊从东倒来，已经是堂堂的兵了王了。啊！兵了王！金花，有影无影？是真实的。金花，以前拢是阿爹对不住你，是阿爹错怪你，你会怨恨阿爹未？爹亲。努力唔够，小妹啊，恭喜恭喜哦！自从你离开家庭了后，阿兄是我思念你的了。多谢大哥的关心，我就知影讲林贵哦，一定会出脱啦。果然你今嘛做一个王夫人，金花，你是伫当时要进王府？明仔载老国公听千岁，一定要带圣旨来迎亲咯。甚至已经老啊，袂啊，一点也嘛袂老。小姐，你是毋是搁咧思念高爷四林贵啊？秀花，秀花，哈，好消息啦，好消息啦！爹啊，什么代志你这么欢喜的？四林贵啊，保住前东十三年，已经凯旋燕归了，现在啊，真贵啊，做王爷了。爹，你讲的是真实的事？啊。阿爹敢会骗你信？哈？这是嘛，小姐，我唔是跟你讲过啊。恭喜小姐，
你即摆已经是王妃啊哦。也毋过，时间已经过遮尔啊久啊，咱今日死拢已经将我袂记。咱们正是咧想什么代志啊？皇帝，你来得真拄好，有影有一件代志想要甲皇帝你商量啊。是什么代志？皇帝，你记得咱当初要去投军的时节，经过了红黑山，红黑山众兄弟去闹这个韩家庄的事，我甲韩小姐定亲迄件代志啊。哦。原来大哥，你是咧思念范小姐。哎呀，贤弟，你也真爱讲酸笑啊！迄件代志，范德是有兄，毋知应该是要安怎办才好咧。嗯，啊，这毋较简单，大哥。那你甲范小姐定亲已经定遐侪年啊，现在只要大哥你派人用一顶花轿去甲伊带倒转来，安尼就会用的啊。贤弟。你讲得真简单啦、啊，我是真惊讲，你的大嫂若是知影这件代志，哦，原来大哥你是惊大嫂会吃醋。什么人讲我会吃醋吗？夫人，大嫂，哎呀，我只是变成一个这么会吃醋的人。我家己哪会拢唔知影？哎呀，夫人啊，你误会了。我是伫讲，有啊，你唔免阁讲，我全部拢有听到了。其实我唔是讲遐尼无度量的人，你哪著安尼伫咧骗我？啊，哪咧？大嫂，你意思是？像你伫咧讲，家人家福气。我当然袂反对啊，贤弟啊，那安尼这件代志，就拜托你去甲我做咯。遵命。对啦，王爷，有一件代志，你敢还阁会记？是啥物代志？你看你，你应该都爱去请王大哥甲王大嫂，伊是咱两个人的大恩情人啊。哦。我早就已经叫人去请伊咯。
高拜寿，哪会还袂到位嘞？阿仙啊！阿仙啊，拍算即间的款哦。哪来遐？来，我先请。来，小姐。好，我看看哈。哦，啊，这间厝咱遮大景，迄户顶比咱家的门斗较悬。是都对，那这间倒也有够大啦。是讲生的呀、啊，人因即嘛是大人啊呢，啊咱吼从遐要来去甲人，啊唔知闹开啊要。袂啦袂啦，今仔日王爷面富啊，面富百官唔知偌济来贺你，迄贺你物件足济，咱这是安尼互收去，也无现在看。安尼吼，意思意思，是啦，是讲既然都来啊。做嘛无，搁光倒转去看下，好，改变看下，你去问。你去。哎，我。喂喂，创啥？你知影这什么所在无？啊，你先好等你，你等下讲啥？等下等下。我大大人啊，我跟你讲啦吼，我姓王啦，三槐一徛迄个王啦吼，啊，我做王无声啦，啊，要来找恁王爷。不过是王爷换贴大兄嘞，嘿啦，大哟，啊我是因阿嫂呢。拜托你入去甲王爷讲，讲我因大来啊。你去甲讲一声，叫伊讲。对，啊王爷恁换贴大呀，你乌白讲，王爷什么款的身份？啊你什么款的身份？啊，啊你甲乌白讲啥话？啥？我乌白讲，这拢实在嘞，唔嫌你入去甲问就知啦。是啦，你嘛爱莫歹心甲安尼问一下啦。你足啰嗦嘞，讲袂听，啥？讲袂听。无阮入去啦。有，啊，小弟有伫个无？有啊，有伫个，袂要紧啦，恁伫遮等一下，啊，我入来去通报吼。好啦，较紧嘞，较紧嘞。王爷，王爷，小乔是啥物代志嘞？禀王爷，王大爷因翁仔某已经来啊。哈？在哪里？伫个府外啦，要毋讲哦，门官毋肯让因入来呢。该死的门官，来哟！开着门去用酒。是。
酒味都无啊。就是嘛。来，过一杯来，过一杯。过一杯，试看卖。你又搁买啊？来，再来。王爷啊，啊，这明明都是水，哪是酒啊？哈哈哈！哈，忘掉是水。啊，酒。大人啊，大人，将酒过来给我添三大杯。是。有各位，哈哈哈！文化有今仔日嘞，想起当初为着环境，逼得甲我险险就落在这个街头做乞食。若不是我的拜哥甲我的拜嫂，兴隆相助嘞，哪有我今天的人品？虽然伊送来这两坛是水呀、啊。但是我要饮三大杯，这叫做人生温几暖，饮醉也心凉啊！啊，对，这叫做人生温情暖，饮醉也心凉啊！